钱，你们收到了？啊！接下来，我们该聊聊怎么能帮我实现愿望吧。您的愿望是什么？看来昨天晚上你们玩的真的很开心。干什么你们？ 我们偶像恋手俱乐部怎么样？有没有喜欢的明星让你达成愿望？嗯，这上面有我们的成功案例视频，你看看，先看看。胡言乱语。阿姨，大婶，叫姐姐。姐姐，我叫你妈妈都行，妈妈。 我跟你说，你喜欢谁，你一定要勇敢去追他。喜欢什么明星，你也要勇敢的去追，不然他怎么知道你喜欢他呢？我之前的其实几个女朋友都是这么追到的。胡说八道！美女，叫妈妈。哎呀，妈妈，悄悄告诉你啊，季文言和金继仁方程的婚事，我们搞定的。哦，就你们几个，我们的成功案例还有很多。 走，妈妈，要是你的事儿，我们搞不定，你就是我亲妈。等等，妈妈，想起我们的交易来了吧？确实不记得答应过您什么事儿。我记得昨天有人说，如果完成不了任务的话，让我做他亲妈。妈。 这事儿也不是说一定完不成。按你的话说，立刻马上。我可把立刻马上拖现到今天，怎么？有难度？没难度。我可告诉你们，钱你们收了，事儿办不成的话，留在这玩的女孩，你们别想带走。白小闪。 100万，不可能只买你们几句吹嘘，总是要留下点什么。嗯，这位姐姐，这样，那100万，我立马还给你。我的钱不是谁想拿就拿，不想拿就退回的。今天，要么让我带着行李箱和李展来一场二人旅游，要么你们就去地下室陪那个女孩聚聚。 钱我已经退还给您了，马上放了我朋友，带他们去地下室。亲爱的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的。你谁呀？讨厌！你才讨厌呢！我们认识吗？我不认识啊。
昨天玩的可嗨了，先去的剧场看舞台剧。对了，我们还去了后台玩。嘿，你呀，也真是好玩，非得帮人家舞台剧演员改良演出服，把人家化妆间弄得乱七八糟。咱们给人轰出来时，你还不忘顺个人体模特走。你是我的小宝贝。 你是我的小香蕉，你是我的小苹果，你是我的小香蕉，你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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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
就明天，你马上把机票订好，我这就去给你安排。真的吗？别不信呢，我们的成功案例都知道了，了解到我们的本事了吧？有问题？没问题。您这边一付款，我那边立马把李晨给你带，还你一个愉快的旅行。OK， 这就设定了。我这就给你安排。觉不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？昨天晚上我们都喝醉了，难看死了。不是，白小闪没到这里，那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没跟我们在一起的呢？他昨天喝疯了，嚷着要去酒窖，我和飞哥拦都拦不住，你们又急着让我们过来，我们就没有再管他了。哎，对了，他是不是去了他说的那个酒窖啊？酒窖？白小闪在酒窖？他不会是喝晕在酒窖了吧？不行，我们要赶快从这儿出去，去酒店酒窖。哎呀，你快点想办法让人家出去嘛，闷死了。哎呦，人家呀，你想出去你就出去嘛，我觉得这儿挺舒服的，我不走。把他们几个给我看好了，我先出去一下。有了，影子。一个 iPad， 我们就能出去了吗？土鳖，你就等着回家，好好洗洗睡吧。这栋别墅的主人之前给我们汇过钱，有利我们的是，他用的是私人账户，破译他的账户密码，查到他的手机号码，再通过通讯网址的后台系统，查到他的通话记录和短信记录，排除他老公、儿女和父母的电话。目标是通话记录最多、短信息最多的那位，最后再通过我事先在 iPad 中储存好的语音系统，编辑一段音频，类似他声音的语音，在拨打之前那个电话，在拨打电话的时候篡改对方的来电显示，我们就能够出去了。
赌一把。喂，太太，有什么吩咐？白小闪，白小闪，在这里吗？喂，来来来，坐。白小闪呢？白小闪，我知道你们在监视我，我知道，我什么都知道，我知道你们要对付我，所以我要先下手为强。我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要成功了，就那么一点点。你们为什么会出现？是你们，是你们毁了我的一切。不对啊，不对啊。我昨天晚上在酒吧里，明明提前做足了准备。说，你对李展做了什么？白小闪，喂，小闪，你们终于醒了，快来吃饭吧。小闪今天好多了，你们没事吧？今天干什么呢？都到了，来，请坐。快坐吧，快坐吧。我也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，这些都是小闪点的，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。李展，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李哥，开门啦！快点，我难受。李哥，小姐，你找谁？不用你管。这个女孩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？李展，我是你们超级粉丝，见到你真好啊！哎，李展，小姐。你没事吧？哎，你别在这儿睡啊！先生你好。哎，服务员，这位是怎么回事？嗯，这位不是你们朋友吗？不是。哦，那我送他回房间吧。嗯。小姐，嗯，小姐，小姐，我带您回房间呢。别走，我难受。小姐，你不能走。
要不这样吧，你去帮我拿一杯醒酒茶过来。好的，您稍等一下。来，先起来。开门啊！哎，慢点。雷展，你知道吗？你的超级粉丝。慢点。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因为看见你太开心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你喜欢喝红酒，我本来要去酒大给你拿红酒的，可是后来我和夏姐他们走散了，没有他们就见不到你了。见不到你，我就做不了你的助理了。哎呦，嗯，怎么办？嗯，李展，李展，来，喝点醒酒茶。谢谢。我必须要做你的助理的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的助理有问题，我有证据的，你等着证据啊，你等着，有证据的。怎么了，哥？您下午交代我酒窖的事情，我安排好了。那我们走吧。好吧。走。喂，夏爵，你们在哪儿？我好像现在在李展的房间里，我好像迷迷糊糊的听见他和他的助理去了酒窖，他会不会有危险啊？你们快过来，你们快过来啊！不要喝，不要喝。你酒醒了，李展，我们走吧，不要单独跟他在一起。他是我助理，他是个变态，他把你的东西在网上卖，你看。这是你吗？就是他。他就是幻草青青，你呀，李展，小林，你冷静一点。冷静？你让我怎么冷静？你是我生命的全部，没有你，我的生命没有任何意义。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难道你一点都看不出来吗？好啊，既然都被你这个臭丫头揭穿了。那你也不会留我在你身边了，是吧？好，那我就死在你的面前，要毁了你的一切。小林，哈哈哈！今天我是正义的化身。白小闪，你不是说有问题吗？哪有问题啊？是不是没事了？李展，我陪你去房间包扎吧。没事。我告诉你们所有人，等我有钱了，我就买10000瓶酒跟你们喝。你烦不烦啊？我揍你了！你再说。哎呀，我不行。你就要揍他，你就要揍他。什么呀？
他俩谈恋爱，他真揍你了你！哎，再说，影子，干嘛呀？烦死了他！干嘛呀？不是你跟，李展，李大明星，白小闪，可是已经做好成为你助理的准备了。啊？我对助理要求很高的，至少要过了2个月的试用期。没问题的。那好，从现在就开始吧，赶紧回屋休息，明天一早还有工作呢。好的好的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明天见。Yes， 任务完成。什么？没事，喝酒。是什么距离让你离我而去？来，我们喝一杯吧。天空下着黑色的雨。是擦肩而过，缘分太浅，没想过结局是暗恋，从一开始就已